大家好，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春节后高仓的工厂。这是我们的办公楼，创新驱动，铸就精品。让世界爱上中国造。我们的激光切割机是2021年全新购买，可切割12毫米不锈钢板。这个步骤是加工烘干箱的底排通风板。我们有专用车间组装式烘干箱，所有板材数控加工，压片机型干焊接底座。25年压片机制造经验 ，CF7150SF 压片机累计销售超过100台。玉米压片工程中使用的浸润仓、调制塔，正在紧锣密鼓的加工中。还想看什么？安排走起。